又到了异乡人 tell me a joke 的时候了。你知道警卫一大早在笑什么吗？在校门口，在校门口，哈哈哈哈。有一天，小明就去看医生，他就不断的对医生说，贱。小明，你得了一个罕见的疾病啊啊啊啊啊啊！Let it be go， 哈。今天早上起床怎么有点水肿？是否昨天吃的太咸，心里有点沉重？交不到女朋友，买不到炸鸡桶，哈。躺在我的桌子上，像是一只无尾熊。请大家如实发，避免开始被雷。脑袋装着有的没的，你的皮肤很黑。请大家如实发，避免开始被雷。沉默有你重复，但真的不用你心扉。